在越南我们结婚四年没有拍婚纱照，生俩孩子了已经，太对不起我老婆了。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在越南的响哥，旁边是我老婆，她是越南人啊。今天我们俩准备来这个店里面拍个婚纱照，这个影楼啊，在胡志明是数一数二的啊，很大。一会儿我们在这里的看一看，有什么合适的衣服选一选，然后直接我们坐飞机去大乐啊，在大乐拍啊，不是在胡志明拍。这个店的老板呢会说中文，一会儿我要采访一下他啊，看看他这生意怎么做的啊，怎么这么大的店。这个是婚纱店的老板啊，在这边那个影楼老板，老板会说中文的？会说。你是是越南人还是华人？我是越南人。越南人还是会说中文？我和中国人那个合作大概那个二十年了。二十多年了是吧？对。然后这个老板赚到钱了，厉害。我在广州，他说他前两天去广州了。对，我们那个去广州呢，去广州会，广交会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啊，广交会是吧？我有好多那个朋友，有好多那个老板在那个江南大道北，在广州。广州江南大道北啊？对，那边是婚纱一条街。对，我也在广州。啊，老板，你是那个中国人还是台湾人？你台湾也是中国的吗？啊，我们都是中国人嘛。啊、这边台湾老乡在这边很多的。啊，这个婚纱店，你们在这里头，如果这个像这样的房租要多少钱呢？像你这个位置。拍照是吗？不是，就是这个房子这么大的房子。那个房子买还是呢？还是装修？租啊。租一个月的，我们大概三万块人民币。三万块人民币。对，总共那个一千平方米。一千平方米、啊。对，那你这个行啊，这个够大呀。这个不贵，但是这里面是这里是你自己装修的？对，全部那个我们装修。我们装修大概一百万装修人民币啊，人民币。花了好多钱啊。你这个婚纱你是怎么来的？就是给中国那边进口？我们那个全部那个布料在那个浙江，在那个广州中大陆啊，我们那个拿过来，然后那个我们在这里有工厂自己做啊，自己做是吧？对。那个就是在当地卖还是往国外发？我们呢也卖在我们国家，也卖到那个外国。到哪个国家呀？到美国、澳大利亚。美国、澳大利亚。对，我们在这里那个人工那个便宜。人工便宜的、比欧洲人工很便宜。老板很厉害啊、哦，这个真的很棒啊。对，你现在还是转出口的，这是属于服装店了。我有那个好多那个中国人那个朋友。嗯。对。我带他们那个来越南那个开工厂，来刚刚开工厂，对，做那个鞋子，做好多东西，做鞋子是吧？一些那个可能二十年前我去中国，二十年前中国的那个他们那个帮助我很多很多，他们帮助你？对，现在那个在中国可能那个很难做，那个竞争很多，竞争很大。对，我们的他们那个感觉那个中国那个难做。我带他们来这里那个开工厂卖东西都可以。这两年国内有点卷一点啊，对，所以说他们选择在国外发展一点。我在这里很多工人啊，我那个全部那个我们工人那个在中国学，在中国学、啊、对，他学那个化妆，学拍照，学那个 P 图是吧？对。哦、oh, ，你们去国内去学的，去我们国内去学、啊。对，在我们那个学，在武汉，在山东也有啊，在山东都有，在武汉都有。现在我有一个人，现在那个学在山东，可能11、12号他回来。哦、oh, ，这边摄影师还有化妆师，他们都派到我们国内去学习呀、啊。对，哇、oh, ，老板好厉害。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.In the end, it doesn't even matter.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. In the end, it doesn't even matter.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. But in the end, it doesn't even matter. 哎呀。这里的男装，我有西装啊，看看选一套。
哇，他们家卖服装卖的可以啊。老板，你这个店这么大呢啊，这个衣服这么全啊。我们就像个服装店一样。我们那个在这里总共有1200套，1200套，对，全部款式都有，全部那个码数都有，全部码数都有，1200套西装。这我你帮我选一个吧。现在我帮你选啊，你帮我选一个，让他帮我选一个啊，我也换一下。这个衣服漂亮不漂亮？太帅了，穿个西装啊，以后我们搞活动什么商会活动啥的，我就穿这个去，行不行？行，买吧。问问老板多少钱，直接拿走了啊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我穿这个，这个人民币，那个我们在这里人民币我们卖那个1500块。1500块，1500块，行不行兄弟们？买吧，打包啊，装好回家。这个我们买走了，这个西装买走了啊，我觉得穿得很合适啊。上个年纪。过两天我们去拍婚纱照了。OK。啊，后天去大乐。那个我俩结婚4年没有拍婚纱照，啊，这个太不对了啊！我老婆说她都老了，生俩孩子。对了，现在我胖了。要给她补办了啊。Nice。今天是小花生日啊，我来给她过生日了。很多粉丝说我不浪漫啊，说我对我老婆不好，抠索的。今天我要给她办一个隆重的生日宴会啊，就我们俩人。这个后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我也没去过啊，听说不错啊。我在这里订了一桌，看一下在越南过生日浪不浪漫啊。老爸，吃饭吧，啊！只有这个餐，这个面包餐，我没点菜呀，这里菜挺贵的啊，咱俩浪漫就行了，浪漫就饱了吗？还用吃菜干啥呀？吃菜我们回家吃的。那个啊，吃完了就走了啊！一会儿还有个小蛋糕呢，你老公给你准备个生日蛋糕呢，非常漂亮，很浪漫的。哎呦！逗你玩的吗？这边是自助餐，但是你老公单给你点的，没有去吃自助餐，吃自助餐不浪漫啊！你看看，小鲍鱼啊，鲍鱼蘑菇汤啊，行不行？这块的我也叫不上名字，这个大虾啊，一点点这个菜，这就够了。一会儿还有个生日蛋糕，你以为真给你点了那个两个馒头啊？点这两个面包回家你得。不知道有多少人骂我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吹大竹吧。老板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。哎呀，找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啊！永远爱你啊！给你点个赞，吹大竹吧。浪不浪漫？
蒋哥旁边是我媳妇儿，她是越南人。那个这两天我们准备回国了，真回去了，带着我老婆回去啊。上个月我自己回国了嘛，然后那个没有带她，这次的话带她走了，家里也请了两个保姆。有很多粉丝啊想来越南创业啊，给我发信息啊，说的那个国内太卷了，想来越南啊开个店啥的。现在越南的生意很难做，兄弟们啊，越南现在实体店的生意太艰辛了。因为我在这边就是开实体店的，我心有体会啊。我跟老铁们说句真心话，别听别人忽悠说越南生意好做，越南生意好难做。现在在胡志明啊，满大街黄金路段的商铺很多都在转让，因为那个商家顶不住啊，档口的租金比较高，然后加上现在呀生意不好做，购买力不行啊，他们不买东西，那些什么实体店啦，什么服装店啦，鞋帽啦，都很艰辛啊，没有点特殊东西的根本都没办法经营。现在我们国内啊，很多老板啊觉得就是说我们国内有一些库存的啊，有些商品啊那个比较廉价的可以来越南市场来卖，然后赚点差价什么的。其实啊这样是行不通的啊。越南人的观念呢是日本的东西韩国的东西比较好，他们能卖得高一点的价格，我们国内的那个小商品啊在那边是属于中低端的啊，他卖不起价格，很多都是贴日本的牌子啊，换他们的商标，这样才可以卖贵一点。他们骨子里那观念啊，就觉得日本的东西是好东西，所以说我们做点贸易啊都是特别艰辛啊，可别听别人说的啊这边好住啊赶紧过来吧，都是割韭菜，哪有那么容易做的。我是做叉车的，之前我做叉车，你看我拍的视频了吗？主要针对的都是国内的企业啊，都是靠人脉，很多朋友帮忙然后照顾点生意。那些那个中资企业的老板呢，看着你不错，小伙不错，在你这里买两台车。越南人根本都不买你的货，他们一可买日本的二手的叉车，那种用了好多年啊淘汰的叉车，他都不用我们新的，那种二手的叉车都比我们新叉车要贵，而且要贵很多钱啊，贵好几万都得。你说这怎么搞啊？这生意怎么做？太难了啊，量太小。我开那个店呢，搞来搞去的话，每个月的那个成本呢，运营成本都在5万块钱左右。5万块钱左右的话，你看一月卖两台叉车的话还不够，哪有那么多客户啊？天天买你的车呀，都不好住。有很多老铁啊，来到越南这边呢玩了几天，觉得越南呢像我们国内啊十几年前那个样子啊，比较落后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基础设施是落后，但是他人的观念并不落后，因为他这边年轻人比较多，他接触的事物啊比较快。他现在这边的商业模式跟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差不多了啊，紧追我们国内，不像说的啊落后十年，然后观念也落后十年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不要说有这种误区啊。
像我们国内十几年前的东西啊，那种运营模式拿到越南来，觉得啊十几年前在国内可以发财，我就照搬过来来越南，行不通的啊，这边照样也不好做。我媳妇儿啊，我要给她开个店嘛，之前要给她开奶茶店嘛，啊，我说你要做服装店做奶茶店，现在她也不吱声了，做不做啊？不做，不做了。为啥不做了？开店会亏钱。开店会亏钱。你说怀孕和那个生小孩的那个妇女啊，现在都有这个观念了，开店要亏钱。你想想，在外面做生意的老板，哪个都想得到了，多艰难呢。越南呢，现在实体店是不好做，但是啊，网上直播带货是好做的，因为他拿个手机呀、啊，就搁那卖呗。有人进来的话，那就当算有一个客户了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这个直播间里进来一千个人，那就相当于来了一千个客户啊。这个直播带货的话以后都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啊。越南这边的现在直播平台搞得挺好啊，我以后呢也是想往这方面发展。这次啊，我要带我老婆回国，然后呢去义乌了选一些货源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寻求合作的，然后在这边呢做直播带货，也只能啊用这种的方法去挣点钱啊，投入不多，然后见效能快一点。我带小花回国啊，在国内待个十天半个月的，让他见见世面啊，大好河山看一看，走一走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啊！刚才拍个视频吧，兄弟们别盲目的来越南投资，投资很多都是冒风险的，很大的风险的，今年不适合什么投资了，可别折腾了啊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拜拜。